战士。来，继续开会，说一下东北窗花灯笼挑战赛创意是什么？用窗花灯笼在市场里面，为的是什么？发扬东北民族文化的同时，还可以吸引网友的点赞和关注。同时呢？同时还要邀请下面的东北手工达人制作灯笼图案和窗花，尤其是道具部门要注意准备一下这个道具。同时发起挑战，带出集灯笼和红包的活动信息。东北手工达人上支付宝搜集电台编辑零九元代金券。各部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私下来找我沟通。江十七，年终奖全靠。哎呦哥，还生气呢？不好使，出去。看你气息咋这么大？再说你把我年终奖给扣了，我告咱妈。因为你请我吃顿海底捞，这事儿吧，不算了。去年的衣服都穿不上，还光想着吃。